这个在法界怎么诞生出了一个地藏王菩萨？那是地藏王菩萨的金刚不坏身成就之日，就是他的圣诞。他不再有生死轮回，这是报身成就。也就刚才讲，每一个人都是一瓶矿泉水，当你死的时候，身体裂变了之后，凡夫是满地鸡毛，一地清水洒了。我们圣者修道要金刚不坏，坚固此明体，说是要用空中生出的明色，这明色是红的透明、黄的透明、白的透明、绿的透明、红的透明的透明五色、五方佛色身，来见自己的金刚不坏身。说是大家不要稀里糊涂，说是你见起的金刚不坏身，当你此身此生肉体陨落烧掉裂变之后，在法界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张卜生，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你，这就是报身成就啊。这是释迦牟尼这个到人间来所传的原始的佛教，不是现在搞的什么整天听经，听这个经听360天，听那个经360天，浪费时间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这个讲经说法，现在是讲经不说法，很多的这个法师乱讲一通，你听了一辈子啥也没得到，听了一辈子也不会泡咖啡，你浪费了此生啊。这叫邪师说法。什么叫邪？邪是不正，正是一定要引导你今生成佛，金刚今生成金刚不坏身，今生成报身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那么多佛弟子成了金刚不坏的阿罗汉，成了金刚不坏的活着的菩萨。大家去看看当年释迦牟尼教学的成果，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佛教界的成果，居然没有几个成就的大德真正得到金刚不坏身。有些人说我的心已经如如不动了，对不起，你那个叫金刚心啊，心如如不动了，心在明体中安住了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金刚身。有金刚心是第一个层次，但是不是究竟的结果。要从金刚身再找技术方法修炼这个坚固不坏的报身，具则能成形金刚不散金刚不坏的报身。这是修行菩萨道的很关键的修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大家要重视即此肉身成道的方法，还原释迦牟尼在世时候的原教义，把释迦牟尼当时教徒弟教学生的方法恢复回来，那么使遍地金莲开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个时空中啊，来一个全新的新时代，还原释迦牟尼的教法，那么号召大家借此宝贵的人生，人生这么难得，我们必须珍惜这个人生，在此生成佛，即便此生不能成佛，也要在七世成佛，就是接下去第二世我还转人生，第三世还转人生，连续七世我也可以成佛。这个方法没有失传啊，已经完整的传承到了今天。所以大家要重视什么是菩萨圣诞。菩萨不圣诞不是说菩萨这个得了一个 baby 身这个叫圣诞，是得到了金刚不坏身的圣诞。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圣寿无疆。